日前在铜锣湾一间宠物店就见到苗侨伟三哥在度睇宠物，一向都是爱狗之人的三哥在铺头度停留了好耐，店员就一路从旁细心讲解。六月嗰阵，女女苗童在社交平台上面贴出爱犬黑白照悼念佢离世，呢次可能就是想为屋企物色新成员。见三哥抱起一只狗仔，系咁睇，似乎相当中意。再同店员讨论一番之后，店员就将只狗抱走咗啦。之后见三哥再拣咗啲宠物用品，就去俾钱埋单了。虽然唔知道三哥最后有冇拣到合眼缘嘅毛鞋，但都希望能够睇到多啲三哥屋企毛鞋嘅相啦。